明明我唱也不好，跳也不好，但是我看在电视里面看到你们举手那个爱，那个感动，我真的忍不住，根本不可能是60分，是40分楼下。没有。日前，张柏芝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表演完之后泪洒后台，那英则上前安慰，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意外成为焦点，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张柏芝在初舞台上表演了自己20年前的经典歌曲《星语心愿》，在姐姐的护头环节方面，她就在30人中拿下27票，不禁失控泪崩。她感动地表示：“明明我唱也不好，跳也不好，但是我看电视里面你们举手的那个爱，那个感动，我真的忍不住。”那英上前和她拥抱完后，那英安慰他说：“我真的因为……你别哭，我都没投你票。你是我没感谢你，我不是，你不用感谢我。”没有，你别哭，好感动。但因为那英是王菲的闺蜜，两人的互动也格外引来关注。